累了。啊。你慢点喝，香风冷气的。哟，四宝，嗯，咋拿过这点钱呢？你小子是不是偷摸藏钱了？哎呀，娘，都给您了。哎，这次你去山西，顺便上姑娘家看看没？啊，要行的话，你俩事儿赶紧定下来吧。娘，人家要三斤九两九的聘礼呢，这10块钱一张的，还得给人好几万呢。咱最少还不得给人50一张的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净扯，准是啊，你没看上人家。娘，你说啥呢？想长个好看的呗。好看有啥用啊？可着吃还是可着喝？哎，对，儿子，来，妈告诉你，就这两天，咱福利院从城里来一姑娘，那人家还有名号呢，叫什么志愿军。哎呀，啊，我刚从海军回来就变志愿军，你可真。志愿者啊！啊，对了对了，志愿者，你看我这脑袋。哎，这孩子长得可好看了，性格还好，专爱跟孩子玩。我呀，让他特意给他照顾丁丁。哎呀，丁丁哭了。丁丁。丁丁，哎，四宝哥学一个酷酷的灰太狼。四宝哥，哦，灰太狼，哦，太乖了啊，宝贝儿，来，给你，高兴吗？高兴。嗯，太乖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嗯，太好了。你们这些城里人就是金贵，孩子拉着撒尿都不给擦一下。丁丁是特殊孩子，更需要照顾。谁小时候父母没给擦过屁股？这点事儿都干不了，还当什么志愿者呢？好吗？哎，姑娘，吃饭了，咱走着呢。啊，他怎么走了？没关系，让他走吧。这，走，丁。丁丁等着啊，四宝哥。好嘞，这个是给吴叔的。哎，好，快来，叔叔，你别着急啊，奶奶这也得尝。跟吴叔一起喝啊！我可不跟这种人喝酒，这种人酒风不正，酒品不好。喝喝喝，就这点酒，你喝完了，别人怎么喝？哟，这都迟着呢。哎，你可真准时啊！啊啊，每天开饭你都准时到，你比那时钟都准。这咋说话呢？这，你当我跟你似的无关一身情啊？我作为全城的那主要领导，一天到晚来多少事儿啊？他等着我呢。我爹年龄大了，孩子还小，以后就麻烦你了。等我们出去一找到工作，挣到钱立马给您寄回来。看你说的，哎，好，你们就放心去吧啊！老人和孩子，四婶一定替你照顾好。哎，来来来，跟奶奶。哎，哎呦，大宝跟奶奶喽！呀呀呀，咱不好，咱不好，快快上车吧！哦，宝宝，快走走走走，哎，快走吧！跟妈妈再见，跟爸爸再见。爹，我们走了啊！再见。看看看，哎呀呀，瞧瞧，这好吗？都没地儿住了，光剩好了。没地儿住，我也得收拾他们。乡亲们对我好，我就得对他们好。只要我有一口气，我就得伺候他们。住哪儿啊？要不然就让那个城里来的搬出去，腾一间屋子呗。那不行，人城里来那闺女，到农村这本来这条件就差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能让她一个人晚上上外边上厕所呀？一个女孩子多害怕。他是来当志愿者的，又不是来享福的。再说了，小贝跟孩子们在一起住，不也能照顾吗？行了，你别在那瞎支招了。马上给孩子得住这。不不不，哎呦，二宝，要出汗了，快脱，再一下，出汗了。哎呀，好，不哭了，不哭。再想想法子吧。哎，阿姨来了，哎，快看，阿姨要抱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乖乖乖。你娘是好人呐，
当年城里来个大老板，这是泉水好了，盖了这个疗养院。他这一包就十年，可他没想到，咱这穷山沟子谁来使？开了没半年黄了，你娘琢磨着把这个多余的钱还给。可是那老板也挺好，觉得你娘的人心善，没要。你娘用这笔钱养活了咱们村里的老老少少30多口的人的，这个疗养院也就成了咱们村里的福利院了。说，我娘说了，她是被村里人收留养大的，全村人对她好，她要报恩。娘对谁好，我还不得对谁好，那应该。身上的疤真不少，叔。当兵的哪个人身上没伤啊？像你们现在当兵的，哎，你打不上吗？叔，当兵汽车兵，再说了，现在早就现代化了，导弹都得放到我们汽车上搭着跑。现代化。四宝，你先去吧，我自己再洗一会儿啊。这老酒鬼唱什么呢？哼唧的。老酒鬼，你唱的叫歌吗？哼哼唧唧的。我们都是神枪手，每一个都是枪手，都是那飞行军，哪怕那山高水又深。姐姐这态度呢？啊，赶紧向姐姐道歉。你，姑娘啊，大娘知道，让你和这帮孩子挤在一起住啊，有点委屈你了。可是，咱福利院呐，这住的地儿实在是太紧张了。也没有办法，你看今天又来了老的老小的小，咱们就得让人家在一块住，那样的话呢，咱们也放心，人家家里人也放心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啊？哎，姑娘啊，哎，这几天呐，我家四宝啊，说了不少不中听的话，你别怪他，他这个人不坏。就是性子急，说话冲点儿，可是他对咱福利院的孩子那是真心实意的好啊，他就见不了啊，别人给这帮孩子受一点委屈。以后有啥事儿跟大妈说啊。这走，走啊！别在这欺负村里的孩子，快走！我说你发啥疯啊，你个傻小子呀！我哪发疯了？他欺负小贝，小贝都跑我那儿哭去了。你动动你那脑筋，他能欺负小贝吗？他不欺负小贝，怎么自个儿说呢？他也是个聋哑姑娘，他怎么能自己说？他说得了吗？齐兵人。齐兵人，齐兵人，齐兵人。
回家吧。 找点事儿吧，冰玉，你跟我来吧。洗洗吧，脸弄那个脏的样子。我们这儿没别的，温泉很好。 我在外面等你。群岗的夜岸，静悄悄，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。 斟酌波涛，睡梦中如年轻的水兵，多么辛苦。 冰姐姐，冰姐姐，冰姐姐，对不起，冰姐姐，坏事都是我们做的，话是我画的，都是他做的，都是他做的，对不起啊，冰姐姐。咦，咦，哎呀，嘿嘿嘿，哎呀，真是，你说我这老寒腿呀。 这都是当年在井里头落下的，还真就得这温泉养着。老爷，这温泉水打唐朝就有，然是好的。老爷，您这属龙的命，要是有这一泉好水养着，那必然能福泽子孙呐。嗯。小姐出门了。是。 饺子来，都有，来，这边这边。来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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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哎，吃两个还有啊，还鸡蛋。说话来。好嘞。出来，难吃。什么味道？味道不好啊！啊，本来呢是想给大家吃顿饺子，哎，改善改善。你这弄成了，不成想这成了回兔子了，这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肉了，是吧？啊，我吃还行。我那儿子给我寄回钱来了，还给我包这个没肉的饺子吃。我起大早就给你们磨馅包饺子，我一个人忙活30多口人的饭。我不知道肉好吃吗？我不想给大伙买肉吗？可是我搁啥买呀？啊，那个大姐，是你儿子给你寄回来钱了，可是你纸包纸裹捂着盖着，你不往出拿呀？你拿出来了吗？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！好着，四宝，来，拿去，买点肉，买点酒，多弄点肥的啊。叔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啊，买点肥的啊。真的不用了，娘。下午我想办法去买点肉吧。书送给咱们，去搬吧。啊，辛苦了。小贝，去买颜料，给自己买点东西。别跟奶奶说，她会不高兴的。找不着了，吹哨子。啊。走吧。这些东西我们吃不了，浪费了都。五花肉19，排骨23，1斤半吧。要这个吗？不要太多了，就1斤半，我多了不给钱。你们俩到底谁说了算？我到底听谁的？哎，姑娘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哑巴了？怎么说话呢？贝贝，快领他们回去睡觉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慢点，哎，都扶着点，好嘞。哎，碧玉，你看看，你一回来就买这么多东西，让你破费了。你也休息吧，啊，哎，好。哎，耶，这咋有这么好一条烟呢？碧玉给你买的吧？哎呦，这孩子这瞎花钱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抽啊。哼。
酒喝干，再斟满，今夜不醉不还。干啥呢？算账呢，这是。这算账好呢，我这还有两张白条呢，吃饭呢，你给我报他呗。报你个头啊！完整点，完整点，别打了。没有钱了，还报报报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两天我让你问的那事儿咋样了？没戏。你说就你开出那条件，那能谁能干呢？你卖头骡子，你还非搭上头驴。现在做生意，一个一个头晕。谁做这赔本买卖呀？我说你这不是瞎算命两头堵吗？啊，那前两天不你口口声声跟我说的吗？我一进城就给你谈成200万，是你说的不？啊？你吹牛呢你啊？闭嘴呀！我要上厕所。吹啥牛？要说这事儿还得怨你。哎，孩子干啥去？撒尿去。怨我啥呀？你说我好歹也是咱全村的主要负责人，进城办那事儿去，你给50块钱，那50块钱够干啥的？你说现在求人多难呢，你不请人下馆子，你总得请人家吃顿饺子吧？你不吃饺子，你总得给人家买盒盐吧？你咋还跟我讲上条件了呢？你这不是讲条件，那现在那社会才，哟，这哪来这么好条件呢？你搁我那保管着。不管你干啥，给，拿着这烟啊，咱去给我疏通办事儿去，别光寻思吃吃吃，不干正事儿。就给一盒，你都给我得了呗。来来来，都给你能行吗？我就办事儿去。办事儿，再加一盒。你真打算把福利院转出去啊？哎，维持不下去，你说咋办啊？也只能这样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说那老酒鬼啊，我一看他我就烦。你瞧那样，什么呀？那是死不死，活不活的？咱俩合着吧。好，来，孩子们，哎，谁愿意听爷爷给讲战斗故事，就过来。我来坐这好好听着啊！爷爷给你讲，那年冬天太冷，冻得我和我手啊，转都转不动。我正要抻一抻、掰一掰的时候，后边来个小胖子，照爷爷这瞄准，唰一枪，从爷爷这脑皮唰就穿过去了。哎呦，当时爷爷一头汗，但我拿起枪以后，照这个啪一枪，这小胖子叫爷爷给干掉了。接着，爷爷的战友们啪啪啪啪啪啪，整个一批，没用5分钟，全消灭了。你也要听爷爷讲战斗故事吗？小叔叔，你没打过仗。放屁！一个老家伙。跟人小孩胡说八道，我现在没枪啊，我有枪我就崩了这老家伙。每天蹭吃蹭喝，装疯卖傻，看人孤儿寡母善，就开始骗人。富兰，他们在里边吵啥呢？哎呀，有时候跟无数在那斗嘴呢，甭管他们啊。大下玩的，叫他们快点洗，完了回去睡觉，又费水又费电。那左兜右兜鼓鼓囊囊的像小石子，那干啥？杀了人家，人家孩子还没找你，算你狗日子命大。
那兜里面的十几个小石子，就是十几条人命。整天做报告，到处炫耀，炫耀啥？哟，小叔，还没给你搓背呢。我搓了。啊？吴叔呢？死了。咱得硬硬朗朗的活着呀！啊，别这样呀，老吴头，你别吓唬我们大伙儿啊！啊，你得好好的呀，老吴头。你说你跟那个老混蛋较什么劲呢？啊，你们俩像老小孩似的，咱可不行认真，咱可不行认真呐！啊，你听我劝，你可好好的吧，你啊，老吴头，老吴头啊。怎么能这样，老吴头！这都有手续在这儿呢，一般这是医院的证明，他就是脑梗死的，这是民政局开的火化单，是民政局批准火化的，这都是正常死亡。这来咋了？我每个月往福利院打钱吧，我爹还被你们害死了，这还怨我身上了是不是啊？大侄子，你说这积钱这事儿啊，这可是有账本呢，搁这儿呢，这还是你爸自个儿记的账。2009年8月250，打从积来了250块钱，你就再没下文了。咱这个福利院呢，是谁家借来的钱，谁自己用。那大家伙的吃喝拉撒呀，全是四宝跟他娘张罗的，没花大家伙一分钱。你要再这么整，那可就忒没良心。来，跟我来这套呢？啊，我不看这些东西。我爸说了，在你们这儿留了一批宝贝。把宝贝给我拿过来，今天这事儿就没了。你们要不拿出来，咱我把你们福利院拆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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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在这儿了。带下来！带下来！带下来！弄赢了！四宝，四宝，福利院出事了！啊！快走！走，就他把咱爹给害死的。打的就是你们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我们没照顾好，婶儿在这儿和你下跪赔不是吗？娘，
起来，娘。杨凯兄弟，你爹从福利院走了，爸我心里都很难受。这事儿跟他无关，有事儿你冲我李四宝来。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爹生前有一笔遗物，拿出来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老吴头都快穷死了，哪有宝贝呀？有宝贝，老吴头有宝贝。这什么呀？老吴头的宝贝。你他妈玩我呢！老吴头，宝贝找着了。等你一起喝酒的。叔，咱们回去吧。咱们走吧。没事儿，让他自己待会儿吧。九叔是我娘三年前救回福利院的，他来的时候光着脚，身上就一件睡衣。当时他昏迷不醒，米汤都灌不进去。可是把他救活以后，就他最活蹦乱跳，一点心都不用让人操，每天只要有酒就可以。大姐，这哨子怎么办？你快！这个啊。这是姐姐的短信，我去给姐姐送过去去。丁军那姑娘走了，你不在家也没人送送人家。去哪儿了？回家了，说他爹有病，可重了，不回去不行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不是我埋怨你，你说多好的机会没抓住吧？啊，这么好姑娘就愣放走了。说啥了娘？啥？我还不知道你，你对人家没那意思，能瞅着月亮一唱半宿啊？娘，我出去一趟了。
乎乎的。齐碧玉，你还回来吗？我是大骗子，好吧？来，闺女，来这边。你这孩子真是……好，好，好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哎呦，哎，老爹想你了，才让人把你弄回来的嘛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出门不打招呼。让人操心嘛，是不是？啊！前两天爹这个老寒腿都动不了了，哼！吃饱喝，吃饱喝。嘿，丁丁，咋啦？老羊和牛狗呼叫你回去一趟。好嘞。您二位这唱的哪出啊？李四宝同志，眼前福利院形势逼人，形势也挺急人。我和你娘掰着手指头算过了。这福利院只能维持不到一个月了。哎呀，还说那干啥呀？就是没钱了。现在的日子是手头紧的不能再紧，裤带勒的不能再勒，再勒就只能勒脖子了。所以还所以啥呀？四宝，你赶紧进城打工，找一份工作，不管干啥都行，一个月3000块钱，公吃公住。赶紧预支，把钱邮回来福利院救急，去吧。去吧，你赶紧去呀。管家，干嘛呢？擦车呢。你怎么穿成这个样？发你的西装呢？我穿的没法干活，再说弄脏了也不好吧。扣工资。怎么回事？好，新来的司机不懂规矩。哦，看这个打扮像是当过兵。我以前是汽车复员兵。哦，你看，果真在部队干过。好啊，能吃苦，会干活，雷厉风行，是吧？哎，你叫什么名？四宝，李四宝。吉利，响亮，留下了。谢谢老板。你爸爸的那个车比较长，一般人开不了，所以我的战友就介绍我来试试，没想到就遇见你了。啊，福利院，
福利院需要钱，我还想跟管家支两个月的工资，先寄回去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需要钱，我出来打工，可我没想占任何人的便宜。大小姐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谁开门呢？哦，嗯，哎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李四宝。啊，车上有几幅画，给我拿下来。好。来，冰玉，冰玉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著名画家江河的唯一传人啊，江公子。你好。这是我闺女，啊，齐冰玉。哎呀，你看江公子年纪轻轻，在书画鉴定方面早已经是专家了。知道你今天要来呀，我还真拿了两幅画，你帮我看看。好嘞，啊，来。赝品。什么是赝品？就是假的。嘿，他当然是假的，我画的。哦，要不，我想请齐小姐一起吃个便饭。他说他不饿。没关系，那随便喝点什么也好。你就去一块吃顿饭又能怎么样？喝点什么又能怎么地？素质，素质！给！伯父，这是。齐冰玉，我觉得刚才我们那么走不合适吧？好看，这是我的事儿。别搞不清自己身份，闹不清长幼尊卑。你怎么来了？坐吧。
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来的正好。从今天开始，调你给小姐做专职司机，你搬到别墅去住。我是来辞工的，我不干了。这些东西麻烦你还给小姐吧。等等，你的月工资涨到5000。现在就可以预付你2个月的工资。谢谢。小姐，小姐，您今天还出去吗？刚才江山少爷打电话过来，约您去看画展，您去吗？这是管家送来的，说是一个叫李四宝的人送过来还给您的。过去我也觉得钱很重要，所以，我天天逼着我爸爸画画。多画一幅就好几百万，多画一笔就好几千。结果，有一天，他走了。啊，不不，是离家出走了。3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他好像是翻窗出去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带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如果换成现在，我肯定不会逼他。钱嘛，什么时候都能挣，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上车。到家了，回去吧。对，是朋友。回去吧。
不早点送医院啊？一开始就以为是小孩子普通发烧，扛扛就过去了，谁知道送到镇医院一检查，哼，那给耽误了。我这事儿可咋整？这事儿怨我了。开始时候我寻思小孩挺皮实的，吃点退烧药，投点凉毛巾，腾腾也就过去了。谁成想他这么严重啊！刚才大夫不说了吗？治这耳朵得10来万。哎，贝贝这孩子命苦啊，只要能把命保住就行了。以后啊，只要我身体好，还有一口气儿，这孩子我养活他。你们回去吧，我想办法。我想邀请您一起去看新一季的画展，一起感受无声的世界。您找哪位？啊，我找齐冰玉。小姐。小贝烧得很重，娘又没钱给他治，就给耽误了。医生说了，如果再不治的话，他那一点弱小的听力彻底就听不见了。但现在要想让他有一些希望，还可以植入一个人工耳蜗，但这个费用需要10几万。谢谢啊，医生说小贝的手术明天就可以做了。这么多钱我也还不上，我会报答你的。如果需要我做什么的话，人民币3斤9两9，173500元，验收无误。你跟我说老实话，这钱是你的吗？是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钱是你的吗？是。哎呦，嘴硬，你嘴太硬。我要不把你打个皮开肉绽，你是不会说老实话。管家，我按照老爷的吩咐，每个月往小姐的农行卡打3万元过去作为零花，这4个月小姐从来没有取用过。加上卡里原来剩下的是133762元，小姐的中行卡里老爷给的压岁钱20万，小姐做善事和捐款花掉18万，还剩2万元，这一共是153762元。小姐又跟她的好朋友任静借了2万元，这样小姐就凑够了173700元。现在你的兜里还剩200元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李四宝。我知道他叫李四宝。你小子给我听清楚了啊！我齐大炮身价10数亿，啊，
不就这么一个闺女啊？你娶了我的闺女，我的这些钱迟早都是你们的，对不对？这眼看就到了2012、2012、2012了，你想登上我齐家这条大船，你总得自己花钱买张船票吧？啊！你骗了我闺女，还能骗老子的钱，这天下的好事全让你一个人贪了，啊！老爷，淡定。我大个鸟的定。我跟你说，要搁我过去的脾气，我能煮吧煮吧把你吃了，你信吗？既然是我闺女看上你了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咱们再称一次斤，3斤9两9钱。不过，这次我不要现金，我要黄金，3斤9两9钱。你要是差一钱，我把你扔到煤窑里。哎呀，还是我闺女心疼爹。哎，闺女，要按咱们老家的这个风俗习惯，啊，为什么要3斤9两9的称金称银呢？咱图惜人家钱财？不是，咱图啥呀？咱就图个门当户对，是不是？就图个门槛子一边高，对不对？就图一个，你也别拿低眼睛看我，我也别拿高眼睛看你，是不是？就图着你们小两口有个好日子过，你们小两口少闹矛盾，对不对？妈妈，妈妈，对，多练习。哎，多练习会好的。怎么样，恢复的挺好的，回家多多练习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感觉还适应吗？哥，跟四宝哥回家吧。四宝啊，四宝，睡着没呀？宝啊，娘俩看着你这两天有点不大对劲儿呢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要有啥事儿啊，你就跟娘说，可别搁心里憋着啊。我闺女又出门了。是。这回去哪儿了？
据我的估计，前后脚跟着那个穷小子到温泉福利院去了。他还就是个穷小子，你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亲闺女往火坑里跳吗？啊？话说回来了，咱才富了几年啊？啊？咱过去干嘛的？不就是个臭挖煤的吗？哎，你赶紧下去看看，好吧？一共两件事儿。这一呢，第一，看能不能把小姐找回来。第二，考察一下这眼泉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。要是真的那么神奇的话，就考虑一下合作开发。老爷不是一直想修个龙宫吗？赶紧的。是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劈哪儿了？可别把心儿劈掉了，就不长了啊！哎，劈外边这叶，哎，劈外边，看着没？奶奶怎么劈？这个片了。你咋来了啊？哎呀，哎哎，四宝，你快看看，谁回来了啊？哎，这孩子还愣着干啥呀？快下来呀！四宝的娘手里，五十年。五十年的承包权在四宝他娘的手里。对。他们家有没有意愿和别人一起开发呢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洗澡也不关门呢。那前些日子，承包他娘还叫我帮忙给他找开发商。我跟他联系好几个了，人家都来看了，也挺满意的。可是四宝他娘呢，非得说再给他盖个几十间房。把咱那福禄宴的那老老少少的几十口子给他安置了，这谁干？这不花。可惜啊，你看这福禄宴，四面环山，中间一口宝泉，凡有宝泉之地，都应该成为福寿之地呀。那谁说不是呢？刘村长，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呢，一来是看望我家小姐。二是受老爷之托，要买下这口宝泉。要是开发这口宝泉，可以带动方圆数百里的经济发展。经济发展了，就业就多。那些长期出外打工几年不回家的人，都有可能回来。村里还有那么多的孤寡老人，需要别人养吗？哎，你说的还是有点道理啊。老爷做个赌吧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省下钱的20%是你的提成。该死老牛子！我是党的干部，还别给我整这个。刘村长，那20-30口人的安置费用，我想怎么也能超过100万吧？啊？哎，你来了，坐，修好了。你爸爸知道你来吗？他怎么同意你来了？是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确实该结婚了，应该找一个踏踏实实对你好、实实在在的爱你，不是为了钱，愿意一辈子照顾你的人。
那就开门见山的说吧，我这次来呢，是为了我家小姐和你家四宝的事。你也知道，他俩是有真感情的，可是老爷呢，非要八十万的聘礼不可。八十万聘礼？八十万，老爷说了，只要四宝出得起三金九两九黄金，他就认下这门亲。哎呦呦呦，你家老爷！ 是嫁闺女啊，还是卖闺女啊？把猪油吃多了，蒙了心了。老爷这样做，也是为了小姐好。一是看看四宝有没有能力，让小姐过上好日子；二是测测四宝的真心，看他能不能为小姐舍了全部的身家。俗话说得好，真心换真金嘛。你想一想，你家什么东西值八十万？ 还不得照我的法子办呢。嗯，那意思就是，把我们福利院三十多口人都给他撵出去，把福利院卖了，然后用这钱换回个媳妇儿。小姐一旦过门，四宝成了齐家的女婿，你家得到的是八百万，八千万，八。哎呦，这么多好事儿啊！哼。 这个事儿，我办不出来。告辞。呸！上这儿蒙我来了，找错人了。哎呀，这真是好山好水啊，还有一泉好的温泉水，守着这么块宝地受穷。 真有点可惜呀，四宝，只要这事儿你想明白了，我保证帮你把这事儿促成。回来啊，回来啊，回来啊！林静，四宝他娘，四宝他娘，嘿嘿嘿，四宝娘，你听我说，我让你拿地契出来，那绝不是为了几万块钱，我这么做。 那完全是为你们福利院着想，为了咱们全村的长久的。行行行行行行，别挺好听的说了，这么些年你在我福利院蹭吃蹭喝，你少占便宜了你。这话说的那怎么能叫蹭吃蹭喝呢？我作为咱们全村的领头牛，当家人，你说工作忙起来了，搁哪随便吃点，那不很正常的事吗？嗯，装，你继续装。这不是装，这怎么能叫装呢？这个事儿啊。 你还是听我的，听村里的。把地契拿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不管谁再打听福利院的事儿，你叫他跟我商量。哎，小姐，哎，你放心，这小子啊，身上财气旺着呢，只要他愿意，你俩的事儿能成。 说人口普查，还家给了一份调查表，让您给签个字。哎呦，你这替我签了得了。这不行，都得本人自个儿签。本人签啊？来来来，这签。这签这儿吧。啊，签这儿啊？哎。 齐活，哎，齐活，齐活，哎，齐活，哎呀，
你小子还真敢来见我啊！我还以为你跑了呢。老爷，他们土地的承包合同、他身份证的复印件，还有我们双方的合作协议、授权书，我都仔细看过，没有问题。好。要说舍得呢，我还是真舍不得。冰玉呢，是我的心头肉，他能看上你，是你小子的福气。你讲信用，我齐大炮也绝不含糊。抬上来，抬上来。跟你们说了吗？换白衣服，一上来黑乎一片，黑乎一片，你们黑社会啊！走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正式合作开发温泉度假村啊！这纸土地租赁承包合同底金80万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既是合伙人。又是一家人，小子，我是你老丈人。我不是来下聘礼的。你把话往明白了说。我来这儿就是想告诉您。就跟您谈谈联合开发温泉度假村的事儿。你想娶您的女儿？哎，呀，好，原来呢。我还挺信得过你啊，没想到呢，你拿这个地契就是来换钱的。哎呀，穷小子，你命里就是个穷小子。四宝，你那脑袋是让驴给提了是咋的？多好的一件事儿啊，谁让你给弄砸了？我瞅着你跟平时跟那个齐冰玉不是处的挺好的吗？你咋说变心就变心了呢？我没变心。你没变心，你这么对待人家，那个伤心呐，那眼泪哗哗的。行了。我天天守着你们这帮老弱病残，老弱病残，我都不能找个健康点的。四宝，你要这么熟啊，你可就忒不仁义，忒不厚道了。哎，领导，来来来来，坐。服务员，加双碗筷来。您在这儿。四宝，你今天这么做。到底是什么意思、啊，领导？您是高人，见多识广，你就给俺们指个明道呗。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我又给你们找了一家新的买主，不过人家不搞联合开发。那照这么整，我们福利院那老老少少30几口人，可咋整呢？人家说了，拿出100万。作为补偿资金，100万，四宝，你看这事儿。你们早点拿主意吧。要是想好了呢，打这个电话。哎，领导。四宝，说。我也考虑来考虑去啊，
这事儿我老是心里头不踏实。您要是真把这福利院给卖了，那帮人要是再不把牢靠，那咱村这帮老老少少连个窝都没了。实在不行啊，你不打工呢吗？我把村里的工作先放一放，我也跟你打工去，多少挣点，贴补贴补你娘。这福利院咱也能维持下去不是？卖。睡睡，他可他睡得踏实。这事儿就算是这么弄成了，咱就能这个整个100万。好事儿，啥好事儿啊？钱都没拿到手呢。拿到手，这已经都钱了。叫老韩把咱孟子开回来，咱连夜回村，就宣布这好事儿啊。叔，要不我先回趟村吧，我拿着我娘的地契不放心。你在这守着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哎，行。叔，可真有您的。没想到这么着就把这小子给骗了，怪他自己。我本来以为齐大炮要是真的在山里建个龙宫，怎么着也得投个大几千万，到时候就能大捞一把。没想到啊，最后时刻让这小子给搅了。现在虽然挣得不多，那总比没有好。赶快把东西收了，别留下任何线索。下家不是找好了吗？那就尽快的把这张地契转出去，能挣多少挣多少。娘，娘，咋了娘？啊，哎呀，四宝啊，你可回来了，哎呀。完了完了，这回是彻底完了。这咋了？都怨娘老糊涂了。我整天把那地契东藏西藏的，我也不知道放哪儿了，怎么找也找不着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，四宝，是不是被人偷了？对，肯定是被人偷了。走，跟娘报警去。娘。地契是我拿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跟牛头叔到城里，把地契抵给别人，合同都签了，能拿一大笔钱呢。你个混小子，谁借给你的胆儿？四宝啊，四宝，你怎么能办出这样的事儿啊你呀？啊！你想没想过，你把福利院卖了，这上上下下30多口人，你让他们上哪儿住去呀？娘，您别急，这地契拿去抵了100多万，拿回来咱能盖更大的房子，老人看病，孩子上学，哎呀，您养老的钱不都够了吗？那也不能卖，这万一有什么差池，你让他们怎么活？老爷，江帅先生的聘礼黄金3斤9两9称重完毕，足金足两。哼哼哼，兄弟们，你听好了啊，我呢不是存心要你的钱，我要你的钱也没用。等我闺女嫁给你了，就你这俩钱啊，随着我闺女，就又到你那儿去了。说，四宝啊，坏事儿了，咱上当了。我今儿一大早啊就去这家公司，发现牙根就没开门，我搁那肚子等了一天。
打听才知道咱们是租的房子，你回来看看吧，找那管家呀，不是他给咱们找的人吗？好，我马上回来说。天子，走。来找管家，他去哪儿了？市里地产公司的，我们要来拆迁。凭什么呀？这地儿我们买了，钱都已经付清了。付谁了？我根本就没收到钱。那我不管。娘，看看，这都是你们造的孽！不好了，就是跑了。啊？就是跑。把门关上。往哪儿跑的？往哪儿去？九叔，九叔，都怪我不好，把小小的福利院的家都快整没了。我是真的没有办法。我商量。
合？啊，我想拿它跟你换500万。500万？哎，小贼，你给我看看，值不值5块钱？好像是我父亲的画。没错，肯定是我家父的。嗯，那得值多少钱？2000万都不止啊！算我太了。齐冰玉，祝你幸福。